很长时间的专业演出的这个历史啊，从深圳过来的。那么在加拿大呢，读了音乐系的硕士啊，在耶鲁大学音乐专业毕业的啊，目前是指挥和作曲啊专业，就是专业的二胡演奏家。那么我们今天呢，这个有幸呢，请到周嘉定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拉弦乐的这个关于这个拉弦乐宫弦乐的这个乐器的介绍。那么下面我就把时间呢交给周老师啊，周老师介绍一下胡琴的历史以及演奏方法啊，那么还有给我们非常美妙动听的这个胡琴音乐啊，谢谢大家。好的，话筒交给周老师。好，大家好。我先想确认一下我的这个时间大概是多长时间？从现在是32分钟，我们8:50我们要开始练功。好嘞，谢谢。OK， 可以让我 share 一下我的 screen 吗？可以的。好。Kathy， 请给他一个 co-host。Kathy， 请你给他一个 co-host 啊，可以了。嗯，老师，您现在开始录音了是吧？我已经开始录了。下了啊，那我就不弄了。好的，请那个周老师说啊。好，那我今天主要讲的就是民族音乐里面的这个胡琴类的乐器，可能大家已经相对比较熟悉多一点了，就是胡琴乐器有二胡，然后中胡，有高胡，然后有京胡，有板胡。在中国的各个地方地区，它这个根据它各个地区的这个音乐特色呢，它可能会用不同的胡琴。但是二胡呢，现在是它的这个地位呢是在所有胡琴里面现在是一个最高的地位。因为什么呢？就是在各大音乐学院里面呢，大家是把二胡作为一个胡琴里面最基础的乐器。来教学的。那么，如果你想学高胡的话，你可能会先学二胡，然后再转去高胡。然后包括板胡和其他胡琴也是一样的。OK，那这个胡琴还有二胡的这个历史大概是什么样子的呢？我的这个 presentation 是英语的，不好意思啊。那我会用中文给大家解释解释，就是。这个二胡呢，首先它是我们相信它是从北方的一个少数民族传来的一个乐器啊。然后呢，这个胡就是以前是胡人的意思，就是然后它还很早以前它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在唐朝的时候呢，就同样样子的这个乐器呢叫做西琴。其实西琴呢，现在在韩国，我们还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影子。因为韩国的这个我们叫做二胡，他们还是叫做西琴 （hagen），在韩国。所以大家其实可以看到，就是不光是在中国，在中国旁边的很多国家呢，它都有相同的乐器，或者相同形态的乐器啊。然后二胡其实我们说它有，分好几个阶段的历史。一个呢是，它至少有1000年的历史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二胡近这100年在中国的历史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的。它从一个民间乐器变成了一个专业的胡琴乐器。然后同时，它的乐器本身也发生了很多的变革，比如说，它的弦从丝弦换成了钢的弦，然后还有就是，在它的这个形态上面呢，也有千奇
千变万化的一个形态，有一些是六角的，有一些是八角的，有一些是圆的。那最后确定下来的形态呢，基本上是一个六角的二胡，用的会比较多。好，这个就是我刚刚给大家提到的这个二胡的 family 和这个胡琴的 family 啊。从最左边看是二胡，然后比二胡稍微大一点的呢是中胡，然后比二胡稍微小一点，那个琴筒稍微小一点的是高胡，然后在右边是京胡，京胡主要就是京剧里面会用啊。然后就是掖胡，掖胡是南方会用的一个胡，板胡呢是北方会用的一个胡。好，我就给大家大概的就是示范一下这个二胡的声音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空弦，空弦呢就是左手不按任何不按任何指法，然后所拉出来的声音就叫空弦。那二胡嘛，大家可能都知道二胡是有两条弦的，这两条弦呢其实非常靠近的，知道能看到吗？非常非常靠近的两条弦哈。对，然后呢第二个比较通用的一个技巧呢就是揉弦。揉弦对于弦乐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技巧。二胡的柔弦，然后呢还有就是 trills， 就我们是叫做打音。打音呢其实就是手指很快速的来回抬放的一个动作。是打音，然后下面那个叫做 harmonics， harmonics 是泛音的意思。泛音是什么呢？泛音是它是这个弦的这个振动呢，它是在正常振动的这个频率的二分之一，就叫泛音。它的音色呢比正常的音听起来更加的清楚，更加的清脆。OK， 比如说这个音是个正常的音，然后这个音是一个泛音，然后我按的是同一个位置哦，然后你看就可以出两个不同的音啊，一个是正常音，然后一个是泛音。然后这个泛音呢只是在这个弦上面的某一个位置它才会出现，就是在它的四分之一处、五分之一处 ，OK， 才会出现泛音的效果。这些全部都是这条弦上面的泛音，这些全是泛音。如果是我正常按弦的话呢，它就会是一个上滑的一种感觉，这是我正常按弦。但如果我非常轻按出一个泛音的感觉呢，它就会变成这样，是不是很神奇呢？好，那这些都是比较常见的一些二胡上面的演奏技巧。那还有一些比较特别的二胡演奏技巧啊。刚刚我示范的那一个柔弦呢，它是一个比较常用的一个柔弦，叫做滚柔。那在二胡的演奏里面呢，还有一些比较特别的柔弦，比如说压柔。像这个柔弦，你听它的这个波动很大，那它就是一个压柔弦，它就是靠
刚才的滚揉加上一定在弦上的压力产生的揉弦，像压揉一般会用在比较多，是在北方的曲目上面会用的比较多，就北方的曲子比较高亢啊，然后呢，像比较出名的一首曲子二胡的，《江河水》里面，这个压揉是用的非常多的啊。这个技巧在江河水里面，还有一种揉弦呢是比较特殊的一个技巧呢，就叫滑揉。这个揉弦我们并不常见，但是呢它也会在一些比较具有风格性的曲目上面会有。这个滑揉呢，就是它是不是靠滚手指滚动了，它就是靠手指在弦上面滑。比如说像这个就是一个滑揉，就是我的手指在弦上面是有滑动的，刚刚呢是手指没有在弦上面滑动，它是一个滚动的动作，这就是滑揉。那滑揉会出现在哪些曲子上面呢？比如说像一些风格性的曲子，一些梆子的曲目，或者是像一枝花里面也会有这个技巧。基本上都会用在这些地方上面。好，下一个比较特殊的技巧呢，是叫一个 thunder sound， 就是像一个在打仗一样子的声音。那是怎么做到的呢？就是它是靠这个弓杆，弓杆呢压着外弦。压着外弦，弓毛压着内弦，它有两条弦嘛。之前只是弓毛，要不就是在内弦或者外弦，现在呢就弓杆要压外弦，然后弓毛压着内弦，它就会出这样子的一种音效。它的声音非常的沙哑，因为它是靠这根竹子来拉动这个外弦，所以它的有声音非常的特别。那这种音效我们会用在比如说战马奔腾里面， OK， 就像这种 thunder sound 的这种地方，或者是像战争场面的这种声音会用到这个技巧比较多。那第三个呢就是这个马叫了。马叫呢它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技巧，然后相信可能大家都听过赛马。那在赛马的最后呢是会有一个马叫的啊，赛马的马叫。看起来好像很难，但是其实不是非常难，如果你已经学到了赛马的话是可以做到的。现在呢赛马，那要不我就给大家拉一首赛马吧。
桥，这就是赛马。OK， 然后呢，就是最后跟大家看一下大家有些什么问题对这个乐器，然后也顺便给我们的乐团做一个广告吧，就是我们乐团叫红枫华乐团，然后跟燕燕老师呢也是有很多的合作的，然后这个是我们网站，然后我们的 YouTube。 好，大家有什么问题吗？留两分钟来给大家提问。对， perfect timing， 对，非常好。大家有没有问题？可以，我们也可以在练功以后再讨论一下。朱老师说两句。好，谢谢周佳丽老师。不谢，非常感谢。紧急情况下这个能支持大家这么一个非常美妙的这个晚上来听到美妙的动听的这个演奏，这么详尽的让我们能够深入的了解胡琴。确实我也希望给周佳丽老师做一个 promotion 哈，就说有孩子们他们喜欢民乐的能够爱好民乐的都参加我们周佳丽老师做指挥当作曲家的这么一个民乐团，有很多机会就是来登台表演，那么还有得到一个很好的学习的锻炼的机会爱好音乐是一种美德那么能够学习中国的传统音乐呢对于我们来说呢是一种修养对于孩子来一种培养兴趣，那么我们也希望我们的文人雅乐呢有更多的年轻人来接班，能喜欢像我们周老师这样的青年有为能够成为真正的专业艺术家能够在我们的社区里面推广中国的传统文化非常感谢周老师，谢谢你，再一次感谢。好，不谢。对，谢谢。拜拜。周老师你呢能不能把那些你的那个网站的 information 给那个朱老师，然后给我放的那个太极韵的网站上，大家方便大家查询好吗？把那个网页 post 的对那一页发给我。对，好了，我要那个对，我要那个 accurate 的那个。好，我现在就在 chat 给您发一下，然后之后再给燕燕老师再发一次。可以，好，好的，行，谢谢，那个好，谢谢，对，然后我们再希望大家能够和专业的老师学习，因为在这边的话，能够有专业的二胡老师，真的是咱们民乐的一个骄傲。我知道很多搞专业的朋友到这边来了以后都没有这个就是像大没有进去从事音乐。对对的。相当庞大的哈。没错是的。非常。就是、的时候多达五六十人的包括专业老师和这个青年学生在一起演奏的时候我们整个舞台是坐得满满的哈，七八十号人的哈。是的。我们这个乐团演奏起来也是辉煌壮阔所以。喜欢音乐的人是好机会来参加报名，能够在对的周老师说一下这做一个音乐方面的这个熏陶，以后有发展。那么对在我们加拿大这边能够把这个民乐团，特别是青少年民乐团能够做成这么大的，我们周老师是付出了很多艰辛的努力的我亲眼看见的为了当指挥这个真是乐器很多要组织安排包括排练演出付出是非常艰辛的，所以在爱好音乐这么一个口号下，那个有很多实际内容要努力的不容易，这么多年来一直在坚持，希望呢大家都能够支持我们的这个民乐团的发展今天真的是很感谢这个大家又听到我们周老师的这个精彩的讲座，谢谢谢谢谢谢，非常感谢，谢谢邀请，谢谢，非常感谢，好的。